好，我要一个一号餐，薯条可乐吗？薯条可乐。然后呢，我有这个就是得来速 VIP 的这个加十元，我换一个小杯的红茶。好，那加加三点五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，你们的麦当劳就是买一个任何超值全餐送一个劲辣鸡腿堡的那个，等下给你看。劲辣鸡腿堡。那鸡腿吧，对，然后帮我加一个就是6块的麦克鸡块。好，还刷起来，人家3.86块几块，对，那还刷起来塑胶袋。买一个塑胶袋。塑胶袋要2个。好的。而且我觉得那个，好。那个麦当劳很好吃，因为有我最喜欢吃喝的红茶。有小朋友觉得麦当劳不好吃吗？对啊，小朋友都爱吃麦当劳吧？对啊，因为我。还没来唱歌。红茶，我在送货，然后呢，就没时间下来吃饭，我们只能在车上吃了。哎，他有说多少钱吗？没有啊，他不是这样，那边会跟我讲。钱先给我吧。1.93。好。1.93，加200，谢谢。帮我加200，谢谢。今天假日又是一个送草莓的行程，因为草莓太多，我觉得客人没有送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一天加班。嗯，我已经放了2个假，可是爸爸还要出去，然后我就陪他回去。客人啊，你去放。觉得很忙。哎，谢谢你。哎，我觉得他们得来速的人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们要边对客人讲，然后要边处理现在在这边的客人，我就觉得很厉害。而且我们今天超 lucky 的，我们抽到什么？62的，对，买超值全餐送一个劲辣鸡腿堡。哎，我这样没错嘛，价钱但是我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我最新率啊，193，应该是差不多。哦，对，劲辣鸡腿堡好像就已经，它是送的啊。哦，大麦克，稍等一下。好。胡椒粉，胡椒粉、糖醋酱跟番茄酱给我。两包。哎，小冰红茶是送的啊。10块啊。它后面有写价钱是10块啊。是送的吗？加10元呢、啊。哦，加10元哦。对啊。那就差不多啦。嗯。我哦，对啊。它上面会写送金吧。这个比较清，他们这种比较清楚。嗯。因为有一些交易明细，它就是金额也没有写很清楚这样子。啊，东西要放。我发现到装的太多了，我都要里面的了。做好了，你要吃东西了。要吃东西喽，请你做好哦。不，肉红，你又没有做好啊。好，我们要就是看一下，然后还要导航，要去哪里这样子。今天的草莓很美很美哦，会吓到大家哦。对。超大颗的，今天的客人很幸运，就是他们买到这个，这是女神级的，女神款，对，女神款的大草莓，来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哇，来，妈妈分食了。好，我在旁边跟对。我跟老板说拜拜。对，很有礼貌，很有礼貌，你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。哎，那你可乐怎么办？啊？那个什么？小红茶吗？不是那个。哦，等一下，等我分食。好，我到旁边停一下。等我一下、哦。好。那妈妈分食，嗨，有，大家都有份 ，OK？ 哎、欸，我的咖啡呢？哎、欸，薯条为什么凉了呀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拿错，他没有给我鸡块。啊！我要不要回去拿？哎、欸，他有鸡块啊，鸡块有在这啊。然后大麦克嘛，然后劲辣鸡腿堡是吗？没错 ，OK。吓死我了！哎，我麦当劳有时候就是，尤其是我买这种得来速的时候，常常会就是弄错，然后该买的没买到这样子。哦，
好吃哦。薯条一定要热热的吃，请享用。现在我看老公，请享用。我可以，我要先把我的装备先弄好，这样子。好，出发。朝下一个客人前进，这时候大腿就很好用。哦，因为我们从我们都没吃饭，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，我们居然一口饭都没有吃。真的。哦，吃薯条就好，你吃薯条就饱了。你还跟我点鸡块，他刚点超快。哎呦，你说你要吃麦当劳的什么？请你跟大家讲一下。就是鸡块、跟薯条，还有跟那个糖醋酱、跟番茄，还有跟那个就是红茶。没有，我觉得刚刚讲比较顺，他刚刚点单点超顺，点超顺的。他说：“妈妈，我要那个薯条、鸡块，然后我一定要糖醋酱跟番茄酱，然后还要红茶，这样子就好了。”嗯，然后饮料可以给你们喝一点点。对对对。啊，我要喝薯条。薯条先吃，因为薯条太好吃了。太热，热热才好吃。哎，我先帮你。我的饮料放前面，后面给你们放。不行不行，妹妹会碰，不行。来，妈妈，小心哦。所以各位朋友要体谅我们，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人这样送货啊。然后我们只能在车上吃东西，东跑西跑，而且呢，我们还要赶下一个就是送货给客人的点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，如果你方便放管理室的话。我们就放管理室，如果你不方便，你想要下来拿也 OK，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你面交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你不要那种有管理室，然后还要叫我们送上楼去。对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开着车，因为真的很怕被，因为现在检举达人真的好多超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次好像就被拍到，你知道我如果被拍一张的话，我可能我不知道送多少箱草莓，送多少个点，我才可以赚回来这个钱。对啊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放，而且我们放管理室也都会先跟你说，就是已经送到了，或是我们提前什么时候已经送到了，就是我们在当天都会送跟你说，然后快到几分钟也会先提醒你，然后问你要自己家还是帮你放管理室，然后你就再跟我们。这样子，然后送，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你说，已经到管理室了，赶快去拿。刚刚 Coco 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蛮有道理。怎么样？你那个叫快递，给你没有了。你叫快递叫邮差，邮差会帮你送上来吗？那没有。邮差也是叫你下来拿收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居然被人家嫌我们这样服务不好，然后说我们是故意的。我们小编那时候已经炸掉了。对啊，小编就是一直先听他骂，等他骂完之后呢，他就说等你抒发完跟骂完的时候，记得给我们账号。说真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也是事后才看到这种客数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啊，那种人家小编也是每天回了很多的讯息，然后看到这种，就是觉得你看你这种要怎么回？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要以你自己的现在的情绪回呢，还是你知道这种就真的是不能乱回？对。然后毕竟这也不是我们的，这也不是你的粉丝，不是，他是那个我们女神的粉丝，那我们觉得我们不要，就是人家是从粉那个女神那边过来的，我们也不好意思这样对人家不礼貌这样子。我这个会真的很好吃。没问题。妈妈，我的汉堡进来应该。只有我吃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要吃劲辣还是吃大麦？我吃劲辣，因为阿露不吃劲辣。好好好。反正他大麦克，你跟他吃，然后他如果吃不完的话，我还可以再吃大麦克。没问题。所以这个红灯超久的。劲辣鸡腿堡，哈哈哈！哇啊！要跟劲辣的。好，对不起。这我们刚才从晚上啊。我儿子居然叫我赶快吃，要变等。嗯。因为爸爸很饿啊，爸爸都没有吃，妈妈都没有吃饭。对，你可以吃我的薯条。没吃饭会昏倒哎。真的，刚刚已经觉得有点。血糖低。对，我还在吃了。
天还好，今天天气还算 OK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大家去哪里玩？对啊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继续送草莓啦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喽。哎，又跟大家说什么？你在他吃鸡块的时候问他这句话，不好意思哦。拜拜。